有媒体从知情人处获悉，向佐郭碧婷于今日在意大利某海岛举行婚礼。据悉，两人确实今日在意大利某海岛举行婚礼，现场全封闭，婚礼事宜均由向太操办，且只邀请部分好友。萧敬腾经纪人也晒出一向佐郭碧婷婚礼宴会菜单，菜单下方有着 B and Jackie， 正是郭碧婷与向佐的英文名。有媒体求证向佐郭碧婷经纪人，双方关机未回复。